跟我们一起走下去的是子潇。恭喜子潇，成为了谢霆锋战队第一个四强成员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走到四强，因为现在可能我刚刚跟我妈妈打电话，我说：“哎，我现在进入霆锋老师战队四强了。”然后这个词儿听着是特别陌生的一个东西，就我知道我现在天天在这里。 为之努力，然后为之奋斗，所以才走到这里。这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东西。但看到这几个字、这一句话，或者说听到这句话，我会觉得特别陌生，我会一下子好像抽离了出来，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。因为平常这种话，我只会在电视上看到，哇，这个是某某老师战队四强学员，我会感觉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荣耀，然后这人得有多厉害才能够走到这里。 但是我等我自己走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好像不会对我自己产生这种感觉。我只会说，这真的是你吗？真的是你现在站在这个位置，在他的这个队伍里面撑到了现在吗？